哎，阿北又来了，今天要一样换盆啊。这一盆是南美托人工胶种，它叫小圣杯哦。这一盆已经长得乱七八糟了，根都从盆子跑出来了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帮它换比较大的盆子。来，首先，哎，盆子给它捏一捏，哦，让里面的 N 年不动的植材稍微松动一点，敲一敲，啊，尽量不要伤到植物，敲一敲，把里面的介质全部敲出来，敲松，哦，然后再看它稍微轻轻的拉扯。轻轻的，尽量不要伤到它的根哦。兰花最重要的就是它们的根系哦，所以常常有人会问说：“哎，兰花，我的根长得很长的时候，我可以去修剪它吗？”尽量不要哦，因为根对兰花，不管是蝴蝶兰啊、石斛兰啊，哦，其他拖鞋，甚至是一些杂属的兰花来说，它的根系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。所以你在换盆的时候，尽量能小心就小心哦，不要伤到它，就是不要伤。来，全部敲出来。嗯，哦，这盆也是种了大概3年有了。哦，原本只买了3颗，哦，长到现在已经变成，看一下，哦，变成4颗了，对，OK，哎，稍微清干净一点，来，今天要帮他换大一号的盆子。哦，这个是原本的，这个是大一号的，是吧？大一点，啊，看一下。其实这种盆子都是为了种兰花设计的，有没有？透气性，哦，它中间会这样凸起来，增加它的透气性。哦，兰花最怕烂根，哦，兰花一旦烂根。就死翘翘了，哦，这变得非常的难种。好，一样，你今天用树皮，哦，加上珍珠石，简单就好。哦，一般我们也是可以掺这种火山石，哦，大颗的火山石，火山石有很多种，有白的，有红的。还有黑色的哦，看你想用哪一种哦。之前这一盆都是，它是用火山石，我是用火山石啊，哦，加上一些细树皮去种哦。但是因为有几年的时间过去了，那这树皮，哦，已经有点软软的，开始在烂了哦。哦，再加上这一盆已经。根都爬到外面来了哦，所以我决定帮他换大一点的盆子哦，好一样，粗的树皮先下哦，底下铺，稍微铺一下哦，再来，哎。少拿一个盘子，然后倒一点珍珠石，来，树皮。
然后好，先推旁边去，艺术来，然后把我们的凸起来，哇，很多颗，看了就很爽，对不对？稍微整理一下，哦，整理一下，调整一下它的位置，嗯，OK， 来，开始补戒指，没什么技巧了哦，就是丢进去就对了，全部丢进去，哦，补满为止，调一下。哦，在这期间呢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啊、哦。如果不要让它歪七扭八的话，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一样。树皮。进去。敲一敲。哦。再来，再倒一点珍珠盐，盐，哦，因为我们刚忘记多准备一个盘子，所以只能这样子边弄边和，好，也是一个方法。OK， 我再来稍微调整一下指路的位置。一般来说啊，这种人工浇种的一定会比原生种的好种哦，它绝对会比原生的拖起来还要好种哦，所以像是说夏天热啊什么的，它们其实都还蛮能适应的哦，不用太过于担心说哎、欸、夏天会不会太热啊不好种啊之类的，其实不会哦，你只要不要正中午哦，或是西晒的时候，把它拿去外面晒，基本上它都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哦，把握住一个原则，傍晚再浇水。啊、哦，傍晚再浇水，不要在太阳很大的时候给它浇水浇下去。哦，这样一定是会挂掉的。哦，而且拖鞋兰甚至兰花啦这一类的植物，哦，它挂掉的时候。不会让你一开始就发现，啊、哦，通常它都是从底下根开始烂，你一定看不到底下嘛，哦，看起来，哎，植物怎么都没问题啊？啊，为什么有一天突然间就，哎，啊，我的植物怎么上面开始叶子黄掉了、枯掉了，哦，问题很多了。这个时候你才想要说，哎呀，我们来换盆看一下，哎，发现底下都已经烂光了，哦，其实拖鞋兰它。刚开始要挂的时候不会让你发现，哦，等你真正发现的时候，它已经死透透了，所以很讨厌啊。拖鞋兰就是这样子。OK， 来位置稍微调整一下，来这一颗，来这样子，啊，再加一点树皮，啊，树皮再加一点进去。稍微来敲一敲，敲一敲哈。OK， 它完整了啊。现在再撒一点珍珠石下去，啊 ，OK， 看个人了哈，看你要不要加不加都没差了。OK， 敲一敲，嗯，位置稍微调整一下，哦，来，那这一盆小圣杯，哦，它的换盆就这样完成了，一样，换完，哦，我们会直接拿去泡盆泡水，哦。要泡到这么高，一半以上都可以，
大概泡一天，半天到一天的时间，让它的树皮里面的介质珍珠石吸饱了水，保持里面湿润之后，泡盆的水位就可以降低，换成底下的小水盘，小水盘放着种，每天给它浇水，一天一次，傍晚的时候，对吧？挑天气比较凉的时候，傍晚，今天就是傍晚了，整只植株直接淋水，淋下去，让水跑一跑，因为这种南美托，他们很爱活水，所谓活水就是他们比较要求说水的水每天都要重新循环一遍，这样种他们会比较种起来会比较好种，尤其是一些山采啊山采珠，比较刁钻的品种，有多了这个步骤它的长势会比较好，OK， 好，那今天这盆小圣杯换盆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鼓励阿伯多拍一点其他植物的一些影片给大家观看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，拜拜。